是新武行，就是我看到的，我们九州跑的新武行。哦，就是，不是没有，这么是这么是义务，不是义务，我是看不完的，而且一点不能展示，展示了怎么样？全完全，新的东西不能展示，你说？我们下班的时候，我一看楼上那老师，我这个呆子，不是的，这不是叫我们把人关起来，是什么事？生意的很久忙的生意，我们点去，所以我们第几二十点两千五百块钱，签了两千块钱。